梵语集团2024年度盛世梵语集团年度高峰会上个月在拉斯维加斯盛大的举行，那么今年再次刷新了记录，有将近600位的经纪人参与。梵语集团经纪人从全美各地来到拉斯维加斯齐聚一堂，不辞辛劳地抓住这次充电学习的机会。梵语集团总裁胡正国不计成本包下了拉斯维加斯 Planet Hollywood 酒店会议中心提供住宿，不仅亲自编排课程，还集结了多位保险公司资深讲员和梵语集团金牌讲师，共同接受为期3天的专业扎实培训，旨在给予他们最新最全面的产品资讯及市场分析。本次年会创下许多记录和亮点，除了参与人次刷新记录外，更是业界少见的提供英翻中即时现场口译服务，目的是为了让来参加的经纪人能够获得最佳的学习机会，同时透过表彰梵语优秀经纪人及团队的年度表现，激发了梵语经纪人的士气，促进了互相学习及成长。今年年会的口号是 Empower, Excel, Succeed, 更体现了梵语对经纪人培训的重视，提供全方位指导，期待经纪人充电后能够下一步执行并取得成功。今年是梵语集团的30周年，在胡正国总裁的领导下，在全美及亚洲拥有超过30个服务据点，超过200名员工，旗下拥有5000多位合作独立经纪人，是全美最大的亚裔一站式全方位财富管理服务的标杆品牌。梵语的一站式财富管理服务包括住宅贷款、房屋房地产、资产管理、投资财务、税务和教育、寿险、年金、个人及商业保险、健康保险等部门，帮助旗下经纪人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。梵语全美经纪人热烈招募中，想了解更多详情，请拨打888-831-8868或登入梵语集团官网线上填表。中天中望整理报道。